考古队长彭玉提到的147号墓葬，是青岛考古队4个月前发掘的。墓中出土了玉温铭、木牍、兵器、玉玺等奢华的陪葬品。根据浅册和印章可知，墓主人刘赐曾经游宦东南，分别做过2个地方的县令。与出土了玉温铭和木牍的县令墓相比，这个形制更大，结构更复杂，理应等级更高，他的墓主人身份会是什么呢？2000年的时光，足以让宏伟的建筑变成废墟，更足以让红岩变成枯骨，但带不走的却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而这些点滴正是考古工作者最为关注的焦点。应该是旧乡里面的一个机器的残块，朽了。看看，得赶紧放水里面泡一泡。是不是漏出来？是不是？在离墓底底部还有1米多深的地方，发现了漆器。漂上来的，漂上来，漂一层。这是一个漆案的残块。这刷都不行了，全是泥。汉朝时期，人们席地而坐，漆案是当时人们的日常用品，成语举案齐眉就由此而来。汉代刘姓家族墓地最大封土下的2个墓葬正在进行发掘，其中一个已经被盗，残留器物表明墓主人地位尊崇。旁边的疑似丈夫墓逃过一劫，与众不同的结构透露出墓主人不凡的实力。他是谁？什么身份？发掘仍在继续，答案即将揭晓。随着淤泥层的降低，眼前场景让在场队员惊叹不已。在墓室内部，考古队员们居然发现了一个构造完整、雕刻精美的木质窗棂。那还得清的时候还得小心，还得保护起来。厉害了这个。窗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为传神写意的部件，也是建筑审美的中心。墓主人生前或许最爱在窗前倚栏独剪，或许喜欢在夕阳西下时凭窗远眺。2000年前，窗外的诗意与风景映入了墓主人的眼帘。2000年后，这份诗情画意通过这窗棂传递给了我们。但是对于田野考古来说，诗情画意只能是白驹过隙，更多的则是漫长枯燥的考古发掘过程，以及淤泥散发出的阵阵恶臭。一次次环境变化形成的淤泥层，是2000年岁月的见证，方寸之间往往隐藏着惊喜。为了避免破坏淤泥中的器物，工具的选择很有讲究。手中的钢，钢中的肉，这样的话，它对文物的破坏性可以降低很多很多。有可能是木有的。很快，淤泥中就有了新的发现。
一件木质器物引起了考古队员于超的关注。反正跟秦还是最接近的，最像的。然后有司机写上住的那个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书，我们就按乐器找了找，结果跟秦长得差不多，但是又没有特别像。一套汉乐府。这摆的还得过来。能不死是从死不死，它这个形状还在。就如果不整体提的话，就是我们再提上来以后，再假如要再做修复，可能这就都散了。盒状的东西，给我撑上就行。撑上我们是保鲜膜一沉，它就支撑你了。别致的窗棂，贴身安放的古琴，凉风习习，丝竹铮铮，这些物品的出土，无不体现了墓主人生前清新脱俗的品味，别具一格的名士风范。我也忙得不行了，我要穿袖子。走好。看着这管不错，这个。嗯，这个管非常好。要得起好。那这个县令的话，那这个如果是推断不错的话，那就比县令高一点。希望是不是一个军人，军人关系那不知道。我们希望什么？这里面出个印章之类的，那就行了。十一月的青岛，冷空气来袭，气温骤降。待在上面，咋地？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。我也不知道，阴风阵阵，天气逼人，有老雪，非常的冷。保水的墓内一旦冻冰，器物清理保护工作将面临很大的困难。就在队员们争分夺秒与时间和冰冻赛跑时，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人眼前一亮。在封印了2000年时光的淤泥中，我们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松果。它是如何进入墓葬之中的？它对墓主人而言有什么重要意义？这些都不得而知。但是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，让我们能够有更多手段，从这个松果中管窥到2000年前气候与环境的奥秘。它是研究当时的生态。生态环境，比如说它的松果，就不同的气候条件，可能不同的松果不一样，或者不同的树种不一样。不是掉在淤泥里面，这个松果掉在淤泥里面。这，你不放进来，我偷偷的放下去。嗯，这个不能再偷下去。洗水洗水，这上面泥太多了。我这张水原来是弹钢琴的，哎呦，冻的。大厅，老路在下面谨慎点啊，要有数点啊，手下留情。177号墓葬器物箱即将清理到底，为了保护其中的文物，考古队员搭起了架子，最大程度的减少与文物的接触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边箱中竟然再没有器物的痕迹。清的底，让北边的箱子，像趟北边的存点东西。基本上看不到。177号墓葬的发掘，可以说让人大跌眼镜。这个级别最高、结构精巧的墓葬，边箱中出土的器物，竟然不如劫后余生的夫人墓。体现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财力的器物更是不见踪影，而一副窗棂、一把古琴、一个台案，区区几样物品，却衬托出了墓主人生前卓尔不群的品味和风度。这个确实有钱，哎呀，这非常漂亮，你看，你看这个太壮观了，大战有钱。都不一样，就是都一个模样，一个模样，一个模样。这都是富贵人家。
这个都是你们老人家抽烟换来干的。这个呢，特别像我们现在一室一厅的房子，那里面当然没主人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像那卧室嘛，那有一个台阶，你看没有？它出一个台阶下来。这个外面这个要比那个要低，你看地下去地下二十来公分吧。应当说这种新的结构，大概在我们山东，大概我经历是第一次，没有过。土产土也是第一次啊，南方也不多，都是省钱的这么一个生活系统。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随葬品？因为这边像以前有漆器，一个秦案，一个圆盘，还有八件七二杯，还一件乐器吧。这也会客正合适，所以不出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反映了诗词。